迟三点，整床无法入睡。好吧，是我不对，也许沉默才能理智面对。有些道理总是领悟不会，随时准备感情快要崩溃，你总说无所谓。心碎得很干脆，该如何去面对，还要怎么安慰？就算是我不对，拜托你累不累。你总说无所谓，心碎得很干脆，该如何去面对？还要怎么安慰？就算是我不对。